注意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咱顶一集讲到弘一大师这段开始，那么这段文呢，咱阁念一遍啦。这是第八段，妙行胜过不可思议。这当中第四小段要解原文：常常君不能有其困，下下君亦能定其息。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性尽，亦不一开。可谓凡皆北教，殊铁五时，所以铁对彼心，无闻自说。请深谈其难信也。那么这段是要解原文讲得非常非常好，确实是如此。弘一大师意思是甲咱讲，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理顿全修常常根无是超越。困是范围这个常常困的人也不能超过这个范围啦。那么下下困也能达到这个境界。其所感佛所生土，往往性尽。性是殊性，尽是进殿提升，也不一概也不一定因为呢，西方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人人拢有分。那么玄度大师甲咱讲这个四度三辈九品这个差别呢，总是每一个人伊造物因缘不同，所以呢，有这个差别咱啊，遇到缘较殊胜，咱自身可以会当达到上品上升在四度内面呢，可以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在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都可以达得到这是在这个缘如果这个缘分较差一点呢，那么往生的频率就较高就较低了缘较差呢，往生频率就较低那么这个频率高低呢？总是语言不同各人因缘无同款。那么咱遇到净空上人为咱说明这个净土经论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的深入咱乃当重视会当去个体会，进一步。认真来修学，那么咱自身呢，要达到上上品往生也无困难。所以咱来珍惜这个因缘咱来修这个因缘。那么在《净土圣贤录》往生端。那么这咱可以共介绍介绍人看，或者咱家己知影呢，讲互听讲已经念佛往生这个实际上的例呢，互大家知影互人知影这就叫做助利利他那么这对于呢，帮助咱品位的高升。要尽大利益这就助利利他所以有这个因缘呢，咱来讲介绍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父母、亲戚、朋友甲咱有缘的人咱拢可以呢来甲介绍这个念佛法门亲像这个宋朝应科法师，
伊念三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伊是虾米款的因缘啊？伊发心来念佛求往生呢？啊，伊是一个出家人，不修清规破戒。那么伊家己也知影啊，伊自身呢业主这么重啊，将来啊必定对地狱啦。想到对地狱呢，心内就恐怖。啊，问这个寺院内面的人啊，讲有什么方法呢？啊，也当自身啊，未对到地狱。啊，那么寺院内面的人，都有人摕一本《往生端佛》看。啊，一看了呢，非常的感动。啊，对。法官啊，求往生西方。啊，门关起来呢，啊，无食啊，无啉，念三工三昧，真正甲阿弥陀佛念来了。那、啊、阿弥陀佛呢，来甲讲，讲你的寿命还十年，啊，好好用功，啊，断恶修善，啊，讲十年后呢，我再来接应你。那么印光法师呢，伊就对阿弥陀佛讲啦，啊，伊讲我这业障习气足重，啊，经不起外面环境的诱惑，啊，外面这五欲六尘呢，一个引诱，伊就阁未惑啊，啊，又阁开始造业，啊，伊讲我这根性啊真差啦，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呢，阁再活十年啊。我这个业不知道要做多少，要做多少啊，他要求阿弥陀佛说，这十年的寿命我不爱了，啊，我现在呢，就要跟你来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提出这个要求，阿弥陀佛就答应了，说那这样好了，三天后我来接应你。这个因果法师呢，啊，听到阿弥陀佛三更后要来接应，非常欢喜啊！啊，拍开疗房的门，啊，甲这寺院内面人宣布，讲伊三更后要往生到西方。啊，寺院内面的人呢，大家感觉真奇怪啊，以为呢，伊在讲笑。啊，这个人呢，平常啊，啊，不守清规，啊，戒律也无得持。啊，这款的人啊，敢真正会当往生西方？啊，大家感觉真怀疑啦，啊，感觉有疑问。啊，那么大家就会想讲，好啦，等看卖，飞机三天也无偌久啊，啊，看你三天后是毋是真正会往生？到个第三天呢，做早课的时阵。啊！伊就要求寺院的大众啊，啊，大家这一天啊来，甲念阿弥陀佛啊，送伊往生啊。那咱即摆一般讲助念啦，啊，大家来帮助啊，念佛啦，送伊往生。那么迄天大家就答应伊啦，啊，好啦，看你是毋是真正往生啊。一早起呢，做早课，大家就甲念佛。那么真正呢，念佛念了十五分钟呢，啊，伊就甲大家讲阿弥陀佛来了，啊，我要教阿弥陀佛到西方了，啊，真正往生到西方。那么这是在《往生端净土圣贤录》内面啊，有真明显的记载。那么印科法师伊这个因缘，就是有人提《往生端》给看。啊，那无呢？伊嘛唔知影要念佛，啊，法愿啊求往生西方，啊，那无伊嘛唔知影，啊，所以呢，咱有这个因缘啊，咱拢可以共介绍，啊，提供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啊，这是咱
人人啊，拢可以做得到。后面这几句啊，讲可谓凡皆不教，殊铁五时，这就是讲性愿持名，甲所有佛法全部拢包括了。摩耶大师是教宗天台啊，晚年回归到弥陀啊，年轻的时候伊学天台宗，所以著作讲演啊，拢是用天台的教义啊。天台宗讲八教啊，即、这个中通别圆，顿渐秘密不定。啊，甲世尊一生说法啦，啊，分作呢，即八种的教学方法，啊，这叫做八教。殊铁五时，啊，五时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的一个顺序，啊，第一花严时，啊，佛成道的时阵呢，在菩提树下立定。啊，立定在讲《华严经》啊，那么一般凡夫、凡教菩萨、理行圣人啊，只是看到佛底下打坐立定啊，唔知影佛底下呢，在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来讲《华严经》。那么第一时讲《华严》。啊，当然，咱凡夫唔知啦，啊，完全未了解。啊，不但凡夫唔知啊，连凡教菩萨、理行圣人，因嘛看无。那么，因此呢，啊，佛出定。第二时啊，就是在讲阿含经，啊，这个阿含经在咱现在大藏经里面啊。也占真大的分量，阿含波啊，这就是修行经典啊，甲咱做人啊、升天以及证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以及的经典啊，那么这就是属于阿含波阿含啊，就是在咱佛法里面。修行佛法啊，等于讲修学啊。华严等于是研究所啊，研究所呢，咱这个幼稚园修学还无读的人，当然咱唔知影啦。啊，所以佛呢，华严讲完呢，那么再呢来开这个修学啊，为修学来加气。那么到第三时就进入红顶时，红顶时了。红顶，这个红顶就是为这个小乘呢提升到大乘啊。啊，等于讲小学、中学啊，那么提升到大学，红顶算大学。啊，第四是破戒时。啊，第五是法华涅槃，啊，涅槃经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一面一日讲的，啊，讲这个涅槃经，啊，这就是世尊啊，一生实现在咱这个世间呐，实现给咱看的，就是伊讲经的顺序啊，有分这个五个时段，五个时期啊。来教学，啊，这称作五时，啊，五时不教，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那么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呢？咱净土修学、性愿持名，都拢包括了。啊，你讲这个法门有殊胜也无殊胜？那只要念阿弥陀佛
啊，将佛所讲的一生大小乘佛法，无一项漏掉去，无一项欠缺。后头这两句话讲得好，所以铁对比心无问自说啦，请叹其难信也。佛说《阿弥陀经》啊，佛呢，甲咱说明这部《阿弥陀经》呢，无人请问，无人客问啊。一般大小乘经典啊，大多数拢有人请问啊。佛的弟子啊，有疑问，那么向释迦牟尼佛来请问，那么佛为伊来说明。安尼记录落来，就成一位啊，一部经典。啊，这是咱在经典上啊，啊，大部分的经典拢有人请问啊，不管大乘经典、小乘经典，拢有人问。那么无文著说的经典呢，这就比较较少。《弥陀经》属于无文著说，无人问，佛主动讲出来。啊，世尊家己讲出来，无文著说，这是慈悲到较极处。啊，咱唔知影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咱唔知影。啊，当然呢，你就问袂出来啦。啊，你嘛唔知要为倒一只问起啦。啊，所以呢，佛真慈悲，慈悲到较极处。啊，你袂晓问呢，啊，看这个时节因缘成熟，啊，佛主动也甲咱讲出来。啊，但是这个法门呢，难信。佛在这个经里面跟我们说，难信之法，确实难信。啊，一般外面宗教说，信的人就得救了，信的人有福。啊，那么这个话呢，那是用在咱净土法门，啊，那就妙不可言了。你若信，你就真正是有福报，大福报。你若信，你这一生真正你就得救啊，超凡入圣。所以咱今日报佛恩、报父母恩、报师祖恩、报众生恩，就这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念佛往生。啊，往生就做佛了。那么这个报恩呢，就圆满了。这个是传承大法，啊，将释迦佛的这个大法呢，咱给传承落去。啊，在这个世间啊，唔好断去。那么这是一个方法。啊，尤其这个净土法门啊，一定爱甲传承落去啊，这都是集体报恩呐。啊，那无呢？啊，你讲要提什么来报这个四重恩呢？啊，咱时常在念这个回向偈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爱有集体做法。那么，咱是修学净土法门，咱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啊。咱修学依据经典是五经一论，诸位一定要知影，五经一论是咱的根本，是咱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成就啊，要有力
啊，这个余力就讲你还够有时间，还够有能力，可以接纳其他的大乘法。啊，你可以呢去搁再学习其他大乘经典。啊，你要有余力，如果若无余力，你就专注本宗的典籍。那么，咱相信啊，本宗典籍，如果你用十年的功夫，你就有力去接纳其他的经教，啊，来扩充正宗教义的影响力。啊，就是讲，你对其他这个大乘经典啊，啊，你若了解愈多呢，愈讲啊，会当傍经破译，辩才无碍啊，会当帮助你来更加深入这个正宗的经论啊。你接触现代社会，你若无说服力啊，这些现代人啊，伊都袂接受啦。佛教的教义啊，毋是讲咱即一宗。佛教的教义呢，各宗派教义啊，拢爱知影。那么这是讲弘法利生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啦，自己啊本身啊一定爱了解啊，对其他的经典呢，也不可以讲一无所知呀。啊，甚至呢。那现在其他宗教啊，其他宗教的教义也爱大概知影啊，乃至科学、哲学，有真侪即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想，拢爱明了，安尼你才会当应付现在这个时代啦。啊，这是讲经方法啦，啊，这是爱具备。但是咱修学啊，爱知影一个顺序啦，毋是讲你一开始就是爱安尼去学遮侪啊。你若一开始学遮侪呢，可能你就消化袂去啊。啊，做学问呢，爱有一个次第。中国古早时候如何做学问的方法，甲现在的方法无共款。现在的方法呢，一开头就广学多闻。啊，那么现在人有人说呢，现在人说做学问就像金字塔一样啊，先说啊，慢慢的到最后呢，到上顶尖啦啊，像个金字塔呢，下面啊真宽啊，慢慢啦，到尾啊尖起来啊，现在有人啊这个讲法啊，最后伊专攻一门啊，伊是由朴到精。那么佛法呢，甲这个嘟嘟都变啦，啊，甲这个世间人讲的煞无同。佛法一开头呢，唔是叫你学真多，叫你一门深入。啊，佛法就像一丛大树，啊，伊是先为这个根，啊，迄个根本，啊，然后呢，啊，发展这个树干、树枝、树叶、树梢。啊，是安尼发展。啊，伊这个发展是歪的。啊，这个就是讲大爬尾啦。啊，这个树啊呢，为了根，那么直直发，啊，发到尾啊呢，都真无性。这是佛法的教学。那么如果照世间人讲的呢，啊，伊一开始呢，啊，都真多，啊，到尾啊像金字塔呢，渐渐剩一束啦。那么，伊到到迄个上尖遐，伊就袂当突破，啊，就变死个啦，变一个死角。啊，咱看这个大樟树啊，尤其一千年的这个神木，哇，啊，你看每一年呢，伊会发新枝出来，啊，年年开新花，结新果，活活泼泼。
所以必须在一部经上下功夫啊，一部经至少有一两年的这个时间啊来深入啊，你这个根啊愈深，将来前途愈大。果然会当下定决心行成团的道路啊，十年。啊，那么这是最近咱导师啊，一直要求这学生呢，啊，会当定十年。那么在澳洲杜文巴正宗学院呢，学院则是预定九年，啊，每一年呢专攻一项。啊，这个十年当中呢，正宗根本的典籍五经一论，啊，这个奠定落去。啊，这个根呢，打在了。那么《无量寿经》，咱采取的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这是五经第一部《无量寿经》。真正要学习，必须要参考五种原译本。啊，现在呢，这个五种原译本甲汇集本的对照啊，要能够整理出来。啊，那么这方面呢，已经有人做了，咱就免阁操心。啊，咱只要认真努力研究对应的。无量寿经参考小慧远的疏，啊，参考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那么这拢有一个根基啦。观无量寿经参考善导大师的素帖疏。啊，那么素明大师以后。妙中抄啊！早年咱读书也讲过素帖疏啊，观经素帖疏，善导大师的注解。那么善导大师是咱中国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那么《弥陀经》啊，学这个疏抄啊，讲要解啊，讲这个圆中抄啊，那么这是三部注解啊，注解《弥陀经》无同款的注解。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有清朝灌顶法师的疏抄啊，这个疏抄也注解真详细。啊、那么这过去啊，咱读书啊，拢讲过。普贤行愿品有东条清凉国师的疏，啊，宗密大师的抄，非常丰富。啊，别行疏抄。那么这经本呢，啊，咱曾经大量印行流通。那么这是属于本宗。啊，就讲净土宗啦。基本的这个五经、五部经典，《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啊，《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合起来就是净土五经。一论是往生论啊，那么本宗的物件确实呢？啊，需要十年啊，这个根基啊，才拍在啊，这是咱学净土宗啊根本啊，这个五经一论。那么十年后呢，你这个本宗的物件那是拍在呢，你若有兴趣啊，搁再去接纳其他各宗派典籍啊，佛法内面奠定根基了。啊，你才可以接纳到其他宗教的典籍。啊，这世间一切学术、哲学、科学，啊，你一接触都不难理解。啊，一接触真容易就了解。啊，在佛法宣传上，你才会当把这个根基打在，爱用真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啊，爱求本师释迦牟尼佛，
爱求毗卢迦那如来，爱求阿弥陀佛，求诸大菩萨啊，文殊普贤观音摄持密力地藏，诸佛菩萨的加持啊。那么，咱这个路都行会通，会行得真顺利啊。决定不能有共居五万啊，决定不能有名闻利用。那是魔障，你心内面清净平等，确确实实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一切众生，魔障搁较侪，你都可以顺利通过。啊，每经历一次魔障，啊，相信你的境界，会搁再提升一次。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无人问，主动跟我们讲这部阿弥陀经。我们今天这个缘遇到了，如果自己不肯发真诚心，你就空过了，那就叫真可惜。在这个道场无认真努力修学，你在这个道场就是种道，就是作业，所以这款的道场只有两条路，无当中，不是福，就是罪，就这两条。咱在此地是修福，修福修慧，也是在这做作业。但自己要多想想的。咱接下来看下面第五小段啊。我等今日犹不肯死心念佛，若欲即敲门挖柱，向屋内打亲生爷娘，假以诅咒成恶业，非善顺业。那么这几句话呢，因为这是清朝啊，弘一大师讲的。咱现代人啊，对这个文言啊，较少听，所以听起来较无好办，这句话不知什么意思。那么这句话呢，是弘一大师对当时啊，在伊迄个时代呢，有一些参禅习气无断的啊。那么虽然呢，念阿弥陀佛呢，也是要去看这个参念佛是谁呀？就讲念一句阿弥陀佛啊，那么去参啊，参讲呢，是谁在念佛？念佛是谁？这古早呢有一些人用这个方法。虽然念阿弥陀佛那么实际上呢，伊是用参禅这个方法那么跟咱净土宗本宗这个方法无同款。那么弘一大师这段的话呢，就是对当时这个人所讲的。那么中文里面就是禅宗，禅宗的道场暗课拢念弥陀经。也念阿弥陀佛，也念佛，但是因念佛总是爱提起话头，念佛是谁啊？念佛是啥？去参将这句佛号呢当作话头来参。那么这句话头弘一大师在这跟咱讲啦，都好亲像弄门迄个挖柱挖柱就是讲迄个砖啊角那么这个弄门迄个砖啊角这个弄门的砖啊角呢，咱现在已经无看啦即卖咧弄门拢起电铃啦即卖现代人拢起电铃免用这咯
啊，七点零内面的人就知影啦。啊，现在资讯发达，啊，所以咱去拜访一个人啊，总是啊电话啊先联络。啊，什么时阵咱会到位？啊，唔免去弄门啦。那么以前呢，都无这么方便啦。啊，要看一个朋友，啊，事先你也无法度去甲联络。那么到个因家呢，你就要去弄门。那么古早这个门呢，多半是庭院，啊，尤其呢，较有钱的人啊，伊这一路一路啊，啊，唔是像咱即马这个居住的范围真小啊，公寓的一间厝，啊，无几平啊，真小。啊，所以古早呢，这徛家呢，伊拢有一个院落，有一个庭院，啊，那么然后一个大厅，啊，然后这啊后面的房间啦、厨房，所以呢，正面啊拢一个大门，啊，大门这个庭院外面呢、啊、拢有围墙，啊，围墙啊，搁一个大门。啊，所以呢，这个大门要到内面啊，也够有相当的一段距离啦。那么人客来了要安怎呢？啊，门关掉了要安怎呢？啊，弄门啊。啊，那么一般有钱人诶，迄、那个门大门啊，有迄个门环呐、啊。啊，即咱即摆去迄个大经寺庙还阁有。啊，迄大门啊，啊，真大，迄门环圆圆。啊、如果伊闹门环呢，啊，你提着门环啊，甲隆隆弄较大声，内面人都听着，啊，都出来开门啦。那么迄是大户的人家才有，有钱人才有。一般平民百姓呢，啊，无遮尼壮丽门墙，啊，也无迄个门环，啊，拢是呢小土墙，啊，或者呢一叠个边的迄个篱笆。啊、但是又一个门啊。那么无门环弄门要安怎呢？啊，土卡捡一个这个瓦片、瓦柱、瓦柱就是讲咱较早迄个夏普里亚啦。啊，即卖现代人可能较唔捌过，因为现在呢，这个起厝啊，拢是钢筋水泥。啊，在我囡仔时代呢，也过一般呢。这个边厝啊，砍下的啊，那么下呢，固呢破去啊，破去落来呢，一堆一堆啊，这个瓦柱的讲，迄个下呢啊，以前在这个砖卡呢，拢有看到这个下破裂啊啊，这都是吉大家讲的瓦柱啊，那么碎的这砖啊杆。那么，伊就提这呢来弄门啦。啊，一般人啊，无迄个门环啊。那么提这来弄门，内面的人就听到啊，听到人在弄门呢，伊就来开门啦。啊，那么这个叫做敲门挖柱啊，对这土卡捡一个下坡底下来弄门啊，就是弄门的这个挖片，这个下啦下片。啊，一家呢，碎了石头啊，碎的砖啊角。那么主人听到了，知影有人来了。啊，那么你弄了后呢，啊，内面有回应啊，那么你这个都要等掉啊啦。啊，你袂使提得呢，佮继续在弄。那么这是祖师一个譬如啊，这是譬如中文内面祖师大德。教你看念佛是谁啊？那么这句是话头，圆融法师后面注解啊，注得真好。讲参禅的人啊，原本用意真善，就讲这个用意是真好啦。啊，你爱当随顺祖师大德，爱不得祖师大德的意思。这一句。回头呢是叫做回头啊，你若是唔捌祖师的意思，
你去参这个念佛是谁啊？一天到暗胡思乱想，胡白想啊！念佛到底是啥人？我到底是啥人？啊，胡白想，安尼你就错了啊！意思呢，要让你提起一个疑情啊，所以禅宗啊，要提起这个疑情较困难。咱净土宗呢，要提起信心较困难。禅宗你若唔知影提起迄个疑情呢，去参禅拢无结果。啊，袂用参呢，变做打妄想。啊，有真侪参禅呢，把这个话头拢变成妄想。啊，那么迄度完全唔捌祖师的意思，错了。啊，这弄门的砖啊，这个门内面有人答应，你就好淡掉了。那么你若袂晓参呢，就变成安怎呢？啊，变成迄个弄门的砖啊呢，提在手头啊。那么内面的人开门啊，啊，伊这个砖啊工呢，唔是咧弄门啦，在为迄个人啊，佮牵过去。啊，那么这是。啊，这都真离谱啦！啊，这个譬如就是这个意思。啊，讲打这个亲生爷娘啊，就讲家己的爸母啊。啊，譬如讲这个后生回来啊，那么弄门呢，你提这个砖啊角啊起来弄弄的啊，内面爸母听到啊，啊，出来开门啊，你这就好淡掉啊。但是呢？你若不是這樣做呢，啊，他門開開，啊，你頂多拿這個磚仔角為父母的身上給牽過去，這成什麼話呢？啊，這就譬如說，對祖師那個參念佛是誰，啊，這個用意他不知道，就像親像呢，你拿磚仔角呢，裡面父母開門呢，你石頭給擲在父母的身軀起來，啊，這完全就錯誤了。啊，迄、那个砖仔角是要互你弄门的，啊，唔是要叫你牵内面的人啊。啊，如果若唔知影呢，啊，变作是牵在内面的人去。啊，这就是讲参念佛是谁，啊，唔知祖师的这个意思，啊，参到尾啊，就变成胡思乱想，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念佛。正面讲得真多，目的是求一心不乱。那么你搁加上妄想啊，你本来当得一心不乱，本来当得功夫成片啊，不能夹杂妄想，这是讲这个意思。啊，叫咱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经跟咱讲，接持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就老老实实接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就好啊！啊，你卖搁在这个阿弥陀佛顶面，搁再加一个任何的物件入面啊，安尼就变成像弘一大师直接讲的啊，提石头呢，你是弄门的啊，但是你即马唔是咧弄门啊，门开开了啊，你搁提着石头啊，牵家己亲生的爷娘啊，家己亲生的爸母啊，提石头去甲牵。啊，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讲念佛在本宗来讲呢，都无需要搁再参。啊，就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中，甲咱讲的简单直接。啊，念佛呢，这个方法呢，你就是多念六根，精念相继，不加方便，自得心开。啊，这句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梦想起来呢，拢莫插。啊，你将这个注意力专注在阿弥陀佛这句名号，梦想起来做起来，啊，莫管伊。啊，你只管这句佛号，爱念好清楚，念好明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直老实念落。安尼自然啊，妄想念久伊就无了啊，这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禅宗搁在
加一个念佛是属于啊，这就变头上安头了啊，这个本宗啊，这个方法啊，都有违背啊。讲假以诸作成恶业，非善顺也啊，就是讲你那是参念佛是属于你那未向参嘛，那么念这句阿弥陀佛，你根本唔捌祖师的意思，甲祖师提示的话头。唔知影讲去参究，啊，落在意识里头变作大妄想，啊，这个事情太多太多。参禅参是参究，唔是研究。现在人未向参究，只会晓研究。啊，研究就是妄想。为什么呢？研究是用心意识，落在心意识。啊，无离开心意识，参究无用心意识，啊，离心意识参，迄只叫做参禅。啊，你无离心意识，啊，你用心意识，迄就叫胡思乱想，完全啊落在即个无明妄想内面。啊，这是个意思啊，全部错会了。啊，将祖师迄个意思、迄个用意呢，拢错解。啊，祖师看到你念佛啊，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啊，教你参念佛是属于，是要教你提升念佛的功夫。啊，结果呢，啊，弄了唔对去，啊，反倒转来，甲念佛功夫全部。破坏、啊、那么用这种念佛的方法呢，那念成就呢，就达到利一心不乱、啊、如果呢弄了唔对去呢，那连功夫成片都未成就啊，这就真冤枉啦。咱知影这个事实状况，有时教人念佛啊，绝对无用中文这个方法。老实念就好啊！啊，所要紧的呢是虚心念佛，虚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拢拢放下，叫虚心。离六时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啊，一心能不能念得到无关系，只要功夫成片，咱就把握往生啊！啊，功到一心不乱。实实在在讲，咱这一生未必能达到，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这是人人拢做得到啊！一心不乱都无一定啊！为什么你不爱安尼修？凡生动机土，下下品往生也是万境三不退，也是阿维越地菩萨，这不可思议，难信。机会了所以咱只要会当往生啊，纵然是下下品往生，咱自身也无遗憾咯。为什么呢？因为往生到西方，虽然是下下品，但是嘛是圆满正得三不退转啊，也是阿维越地菩萨啊。那么这话，这个话呢是佛讲的。啊，不是一般人讲的。啊，这集的时间到啊，那么咱就报告到这一段。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这个恶业之人临终十念一念下下品生，啊，这段咱下一集再个继续来给大家报告。多谢大家收看，阿弥陀佛。